比武招一。现在开始。娘吧，我娘突然晕倒了。别着急，我是学医的。白芷，那边那边，吓死宝宝了！哎呦，生，住手！大白天抢草菅人命，这位大妈晕厥的状况是因为脑供血不足，不是因为中暑。你刚才刺的是中冲，应该刺风池、百会、地风、四神聪四穴。你什么都不懂，在这装什么装？给我，也有点道理。哦，小姐，娘，醒了醒了。你别动啊！这是。一会儿带大妈回去，多休息休息啊。好，谢谢。给。谢谢。你看你穿成这样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
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小姐，站住你！了不起啊！王爷，王爷，格格回来了。好，走。阿玛，佳敏呐，累坏了吧？王爷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宫里的大臣过来看我，一点小病，你看，还劳他们费心。我阿玛为人谦和，在朝中人人敬重您，人缘自然好了。只有那个太后不知道为何总是为难您。佳敏，不得胡言。格格，快和王爷说说今天大夫的事儿。我今天呀给您找了四位医术高明的大夫，这次您的病一定能治好。最后一关由我们的佳敏格格亲自为大家出题。欢迎四位壮士来到本府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那不是那天咱们街上看到的那个人吗？格格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咱们先比赛，亮太也没有本事通过，看本格格一会儿怎么收拾他。这种药材名叫山之根，可治疑难杂症，在京城更是少见。这最后一关就考你们做山之根药汤吧。比赛现在开始，限时一炷香的时间。药拿来。是你？放肆，这是我家格格。哟，你还是格格呢？就你这个样子还来冒充神医呀？我看这药不是能毒死人的吧？哼，这是什么？石锦。干嘛用的？这炉子有问题，跟你一样，我用石碱治一治。格格，快宣布结果吧。把他们四个都留下吧。什么？山之根本就难得，更何况确实是需要技术不凡的人才可以炖出如此炉火纯青的药材。眼下当然是阿玛的病更重要了。阿玛，这就是我给您挑选出的四位名医。这位是江南陈家药铺的陈念祖。坐吧。这位就不用我给您介绍了吧。师父。恒轩，近来在太医院可好啊？回师父，宫中同僚皆知我受教于您的门下，都对我照顾有加。这位是史杰明 Mr. 史，他是一位留洋回来的大夫。阿玛您这病奇怪，说不定用西洋治法反而能治好。 Nice to meet you， 王爷。西洋。阿玛。走吧。我这衣服挺不错的，谢谢哥哥。别自作多情，我是怕你影响王府的形象。哼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江湖游医，叫什么？石根针。在下李时珍，
啊，坐。哎，谢王爷。佳敏，不得无礼。英雄不问身世，江湖自有江湖的妙处啊。还是王爷见多识广。那就有劳各位大夫如实禀告王爷的病情吧。如果王爷脉象平稳，不是最了解，而且经络通畅，内病外治，看来身体没有什么问题。一个一个来。王爷的身体状况我是最了解的，要么听听你们三位神医的意见。王爷脉象平稳，经络通畅，自理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疾啊。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王爷的神经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没什么大碍，只需要给王爷插一针。嗯，大胆，王爷身为贵体，岂能说插就插？那暂时我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李神医，你有何高见？据我推断，王爷的身体跟一头牛一样啊，出去踢场蹴鞠都没什么问题。时真兄，念祖兄，又打过药呢？你这么勤勤恳恳，是不是也为了王爷府上那本绝世医书啊？王爷德高望重，待我们如座上宾，又与家父是故交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疑难杂症，但你也得弄清其中的笔法方药。医家万变，不离其宗吧。医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怎么会嗅觉失灵呢？正因不知是何缘故，才是疑难杂症啊。赶紧抹除一切痕迹，今晚之事不得外泄。
师父。怎么样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皇上务必按时服药。那微臣先退下了。徒儿已按师父的吩咐将丸药呈给皇上了。哎，小哥，这么巧啊。嗯，挺巧的。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采药啊。你们干嘛呢？看不到吗？又马呀。格格，你的马真漂亮，这是什么马？有眼光。今天本格格兴致好，就带你溜一圈吧，走。小哥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样我都不信你能嫁出去。你放心吧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都不会嫁给你，就别操这份心了。没事吧你？没事。行不行啊？没事。这玉佩你哪来的？这是家传玉佩，从小便带着。这种草药叫山植根，可解百毒。你喝的什么酒？你刚酒驾啊。佳敏妹妹。恒轩哥哥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我在喝酒啊。你要不要坐下来陪我也喝一杯呀？一会儿我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喝了吧。像你这种一杯倒的酒量，当然不敢喝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这样吧，今日有时来后花园，我给你看点好玩的东西。哦，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白芷。富察大人。坐。格格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他会刺绣吗？不会啊，但是啊，他为了心爱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哥哥，
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佳敏，放手！走开！大白天怎么约在这种地方见面？越危险的地方，越安全，师父。事情怎么样？有进展，但还需要点时间。那就好，我就是要让世人知道，他匡毅只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神医。太后遗旨到。太后口谕，听闻纯贤王府中得天下名医，宣其即刻进宫为哀家诊治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这宫里啊，不比在咱们府中，一切还是要小心为妙。佳敏，你带着几个大夫进宫，他们不懂宫里的规矩啊，所以凡事还是要小心，不得再生事端。我知道了，阿蒙。哥哥，走吧。给皇祖母请安，皇祖母万福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都起来吧。谢皇祖母。谢太后。佳敏呐，你可有日子没进宫了，你婉姐姐呀可想你了，天天念叨着想去看你呢。我也想婉姐姐，我一会儿就去看她。这几位就是你府上的名医。嗯。是谁给哀家诊病啊？侯玄哥哥。这位是江南药铺的传人陈念祖陈公子，他医术精湛，为人稳重，不如就由他为皇祖母诊治吧。太后是风邪侵体，这两天天气有点冷，需要注意保暖。太后洪福七天，吃几剂药，调理几日便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切记一定要按照上面的剂量抓药。是。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刘峰，大人，大人，是陈大夫的药方吗？回大人，是的。嗯，是。大人，佳敏，我听说你们府中最近来了四位名医，怎么样？他们中间有没有你心仪的？姐姐。是有一个江南陈家药铺的陈公子，我好像小时候就见过他。格格格格，陈公子的药出了问题。太后喝完，他浑身起疹子。现在怎么办？念祖已经被关进了慎刑司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有没有办法能见陈兄一面？佳敏，你别着急，
我来试试。参见公主。公主，免礼。公主，太后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太后吩咐的所有人，包括我吗？公主殿下，您这就为难奴才了。太后要是怪罪下来，就怪罪到我头上，跟你们无关。快开门。公主，您请。大人冤枉啊！这是何婉公主，还不快跪下！参见公主。起来吧。你出去。石佳敏让我过来帮你的，我带来你的药方，还有药的残渣，你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有一味药，不过照理说多了一味炙甘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说什么药？炙甘草啊。姐姐怎么样了？那药里有炙甘草，虽然对药性无损，但是皇祖母不能食炙甘草，这个宫里人都知道，定是有人在药方里做了手脚。念祖是宫外来的，不知皇太后的忌讳，所谓不治者无罪吗？再说了，让公主跟太后说说，想必也不会把她怎么样的。好，我这就去找皇祖母。太后，您只是药物过敏，吃颗抗过敏的药就好了，一两个时辰就能见效。嗯，很好，退下。一休，太后，你去查一下这个人的来历，他的眼睛里不干净，这是一个欲望深重的人，可以为我们所用。是太后。狂意必须要除掉。念祖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哥哥。多谢公主出手相救。公子不必多礼。这次是该多谢公主姐姐了。看什么看？走吧。炙甘草是你放的吧？哥哥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我看你自打从皇宫回来一直都心不在焉的，你不会是被吓到了吧？没有。我想也是啊，这皇宫里的事情公主姐姐都派人打点过了，虽受了几日牢狱之苦，但那些狱卒也不至于会为难你吧。公主她公主真是个好人。那当然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啊？哼，你不长眼睛的。是你撞的我呀。我不管。啊，被你家念祖哥哥气着了。要你多管闲事。什么呢？婉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呢？我故意让他们别通报的。我呀，就是过来看看你，别搞得那么兴师动众的。那婉姐姐快坐。白芷，快去给公主倒茶。
是。佳敏，那天回来之后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那他们呢？谁们啊？陈公子啊，他没事吧？他。你们干嘛呢？陈公子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小朋友，任性，你们进什么？哥，诸位，这连日来，四位大夫为了本王的身体费心了。正好，今日公主殿下驾临，机会难得呀。你们就举行一场蹴鞠比赛，放松放松。小哥，你也喜欢来这里丢石头啊？要丢丢大的吧，过瘾呢。你神经病吧你！哎呀，喜欢就说出来嘛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眼睛红了？风吹的，眯眼睛都不行啊。哎呀，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对，是不是？不过也难怪，你说那人又瘦，长得又黑，眼睛还跟牛的一样，哎呦，丑死了。你才丑。他一点都不丑，我就是喜欢他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丑，我先走，行了吧？拜拜。站住！走，我带你喝酒去，喝完酒就好。走走。干杯！来，干杯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之前真的很讨厌你。你说就所有人都顺着我，凭什么就你老是跟我作对啊？我以前可看不惯你，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其实吧，有时候你也挺好的，行侠仗义。又有责任感，就是嘴巴太坏了。其实你也挺好，可爱、善良，就是人长得丑。干杯！干杯！哥哥！哥哥！佳敏！佳敏，哥哥！啊！我把你睡了。那都是你把我睡了。
婶儿。哎，若文，来。好啊，你们也一宿没睡。若文，轮得开。慢摇。好嘞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奇异的玩意儿。哎，佳敏，阿玛，一晚上没见你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我那个没有啊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哥哥，这是新泡的女儿红，真的。嗯，佳敏妹妹，恒轩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坐。这个是我托人花重金，请朱大福老先生特地定制的镯子，天下仅此一只。来，我替你戴上。真漂亮。要不恒轩哥哥也陪我喝一杯？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探望格格的。那请坐吧。格格，这是我专心为您挑选的西洋胭脂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喝一杯吧。好啊。来，白芷。这是什么酒呢，哥哥？这是女儿红。佳敏妹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皇上还选我入宫。改天再喝吧。啊，那你快去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哎，来，史公子。哎，你叫我来这里干嘛？跟那些人吃饭有什么意思呀？你有意思，还爬假山呢，跟个猴子似的。我就是猴子。哎，哎，跟我来。微臣定不辜负太后的嘱托。很好，事成之后，我许你在太医院开设西医，帮你弘扬西洋医学。至于那本医书，到最后肯定是你的。我替你想到了一个得到心上人的好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疯了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金铁，我岂能害他？你以为王爷是真心对你好吗？
你不过是他为了达到目的的棋子，更是在宫中的眼线罢了。我才是真心想要帮你的人。你帮我能有什么好处？我只要王爷的绝世医书青囊秘籍。近来皇上身体如何？禀师父，皇上服食丹药过多，气虚体弱，外强里忍。继续给皇上送药。是。哎，五色花。传说中五色花象征着爱情，只要能够得到此花，就能得到幸福。你干嘛呀？哎，下面危险。没事，就我先头。醒了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时候受伤了，一个小哥哥帮我包扎的，之后我便学会了。比你帅。
欢那个小妹妹，可是她已经喜欢上别人了。陈念祖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哥哥就是他呀？小哥哥有一块玉佩，陈念祖的跟他的一模一样。是他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也会有？对，这个玉佩总共有四块，是当年青灯山师祖请灯工巧匠给徒弟们打造的。我师父在青灯山排行老二，后来他就把这块玉佩传给了我。我阿玛年幼时生病，也被先帝送去青囊山医治，可这玉佩我却未曾见过呀。原来你跟青囊山也有渊源。嗯，他们同门，本来三个师兄弟，大师兄就是陈念祖的父亲，还有一个师叔叫曾仪，是个女医。后来师祖就收王爷作为他第四个弟子，还把毕生绝学青囊秘诀传给了王爷。江湖医者人人都想得到这本秘诀，可这些事情我却从未听阿玛提过。也许你阿玛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方便说吧。启禀王爷，史建明大夫到。史大夫请。王爷，最近气色很好啊，王爷。但是药不能停啊。是啊。对了，这是我给您配的新药方，每日一次，磨成粉末状，配以槐花蜜汁服下即可。嗯，好。要是没什么事，在下先行告退了。好，送客。王爷，史建明大夫送走了。这药方有问题。诸位，今日是中秋团聚之际，一醉方休。谢王爷。来。来来来，大家吃菜吃菜啊。给，多吃点。小心。没事吧格格？你没事吧？该死的奴才怎么干活的，竟然把汤洒在格格的身上，是不是不要命了？这个只能暂时防止烫伤，不会留疤。宁总，你去我房间把那个金色的治疗烫伤的药膏给我拿来。啊，快去快去。好，快去快去。没事吧？本王下棋多年，最爱的就是这棋中的后卫。做人做事也是一样，冰山一倒，道远之际呀。徐图缓进者，虽费时日，但根深蒂固，不易倾倒。知不知这棋是否长久，还是一时兴起，根基浅薄？红颜贪吃老，绝不负相思。本王很喜欢和你下棋呀。请王爷放心。无路可走了，
我的富察大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哼，我要让李时珍滚出王爷府。拜见王爷。快起来。王爷，奴才去天津府西药店找人看了这方子，这方子的确有问题，八比通分量十足，长期服用可致人神志不清，中毒致死。那史杰明查到了吗？这史杰明是曾毅姑娘的徒弟。王爷，管家多日不见呢。王爷，最近身体好些了吧？好多了。王爷务必准时用药。好，请。王爷，此药万万不可服用啊。本王要一个人静静。王爷，去吧。有些事你最好少管。我是管家，我要是不管谁管？哼，都是那么肤浅的吗？你快点啊，再晚师傅该生气了。这辈子本王对不住你。
回来寻你的。别送了，回去吧。敏呐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出去走走吗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等到明年天暖了，让时针陪你去吧。我不去，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就在这陪着阿妈。陪阿妈把病治好。阿妈的病，阿妈自己心里清楚。你长大了，你总不能一直都在阿妈的身边吧？自幼行走江湖，这种疑难杂症即使治不好也应该见过呀。王爷现在整日昏迷不醒，有时候还神志不清。不过那时候在宫里，我们找遍了所有的中医药书，都没有相似的症状。中医？对呀，我们一直在翻中医世界，却忘了给王爷治病的是个西洋医生啊。你是说？嘘，我只是怀疑，凡事留个心眼儿总是好的。我记得恒轩说过，皇上特别喜欢西洋玩意儿，我们就去宫里寻找，说不定会有所收获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宫中可有西洋药？有一些，不知道你们要的是什么药？有没有一种名为巴比通的药，专门治疗失眠用的？这个应该有，我找到之后给你送过去。好，有劳公主了，谢谢。走，嗯，走啊。先按药方抓药，服几日看效果如何。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王爷每日服的槐花蜜汁。谁开的呀？石杰明大夫。这就是巴比通。最近这几天，李时珍总往王爷那跑，
他恐怕是起疑了。别担心，so easy。他起疑不可怕。王爷，据我推断，您是由于长期服用一种西药导致身体中毒。这种西药的名字叫巴比痛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不妨就跟你说了吧。我这病我自己知道。在你这儿，这是你的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仇恨你啊！小哥，怎么了？我知道怎么救王爷了。
你就带着他离开京城，好好的照顾他。来，阿嬷。三岁，中医药理十八反第一条就是，你居然敢把两味药同时放入药中，还把干碎磨成粉末。你以为王爷嗅觉失灵，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吗？说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王爷府中的每一味药都是经过仔细检查，下人才拿去抓药、熬药。丹药是我开的没错，可是我不可能往里头放干碎，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来人啊，把今天给王爷看药的下人带上来。奴婢不知，你快说。大胆，格格问话你也敢不说？他是给王爷开药方的人，奴婢也没有多想。平日里王爷相信他，哥哥，奴婢该死，奴婢罪该万死。红昭姑娘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时珍兄为了王爷的病殚精竭虑，怎么可能害王爷？宁祖，不用再说了。来人啊，把他带下去。是。哥哥，哥哥饶命啊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哥哥，佳敏妹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。你这次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，万一王爷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这难道不是咱们共同的目的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忍心错过吗？秘姐，秘姐，阿玛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秘姐，秘姐，秘姐，啊，秘姐。阿玛，米奇，这边那边都好好找找。哥哥没找着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记得明明放在这儿的。会不会是有人拿走了？上午史杰明大夫来给王爷看诊，要不问问他。赶快去几个大夫房间找一下。这牌都没有，记住千万不要声张。
格格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真的吗？在哪里找到的？在李公子房间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觉得这钥匙我放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相信我？那在你书房找到的那本医书又是怎么解释？我阿玛跟我说过，宗室家族鲜有真情，我本不信。现在看来，是我太天真了。这个还给你。师兄，我知道你一定是被冤枉的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走之后帮我好好照顾哥哥。哦对了，以后你要提防史杰明还有恒轩，你不觉得府中少了什么吗？今日怎么是你？恒轩呢？回皇上，富察大人府中有事。啊，六哥研制的仙丹效果果然好啊，朕最近一直觉得自己神清气爽。皇上，微臣上次为您把脉，您的脉象还是充血逆行，可今天忽然就好了。哼，什么好了？朕一只龙体康健，微臣无能，皇上恕罪。皇上，平时您服用丹药过多，身体汞含量超过常人，可现在这脉象就平稳了。这哎，老二，哎，何文来块牛肉。哎，累。好嘞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先卖药。格格和王爷最近还好吧？啊，累。好不好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处心积虑害王爷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别胡说啊！哎，何文。我胡不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想怎么样啊？跟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已经研制出来救王爷的秘方，而且我可以把秘方给你，让你去救王爷。累。你只是史杰明为了达成目的的一枚棋子而已。只要你好好对待格格，善待王爷，不再祸害别人，我就把秘方给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哎，老二，哎，何文，阿玛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王爷一定会没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
谢谢你。多谢多谢多谢，里边请啊，多谢多谢啊，里边请里边请啊，多谢多谢多谢啊，多谢多谢啊，多谢啊，恭喜恭喜啊，多谢多谢，来多谢多谢，佳敏，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，刚去看过师父了，他已经能下床走动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啊。那我先出去，门外还有很多客人，你快梳洗打扮吧。害死王爷，你干嘛？快进来这里。病情好转，但仍需按时用药。宁总，你现在马上去找公主帮忙，宫里医药多，兴许能够找到救王爷的药。我现在去找曾医师说。有烧好的水吗？今天府上客人这么多，这烧好的水还不如用的多，要不然你再等等。哥哥渴了，等不了了。
那是给王爷烧的，你先拿去吧。拿着。这是。事不宜迟，跳跳。你贵为公主，你让哀家说你什么好？你这么做是在害你皇阿玛。皇上驾到。佳敏，你醒醒啊，佳敏。佳敏。紧要给我拿出来，否则我杀了你。这药是剧毒，没有紧要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是要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，白芷，去把青囊秘诀拿上来。 今日我就把这本绝学传于后世，这青囊秘诀本就是四书合一，合起来才是一部救世秘籍。 希望你们能潜心的钻研，合力救世。学医者当悬壶济世，广开一路，要有普济天下之心。此后，希望你们切记：修和无人见，存信有天知啊。 现在，我和曾毅就向你们介绍一位老朋友。儿啊，娘，师父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要谢你就谢谢李时珍。 起来吧，坐下。阿玛，我从小就叫他寿大哥，如今他真的成了我大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个就可以好好孝敬你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大家要好好的活着。好。阿妈，今日女儿就跟你拜别了，感谢您这么多年以来对女儿的养育之恩，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佳敏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。好在现在曾姨额娘回来了，也有人照顾你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自己的生活，阿妈祝福你，等着你。佳敏，把这个带阿妈交给时珍，阿妈，谢谢她。哪不舒服呀？胸闷的。胸闷是吧？这个吗？是。乳腺有点增生，开两副便秘药就行了。李大夫，我老婆药备好了吗？早就好了。给你老婆的砒霜。救命啊，大夫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兄弟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啊！别闹。上次我兄弟吃了你抓的药后就怀孕了。啊？啊！哎，等等等，哎，药啊！哎，药来。哎，不带这么坑的。时间，时间，时间。我也怀孕了。真的？嗯。什么时候？你们石头也能怀孕？走，咱们再去认几个。